箱子满的，我把副油箱全部加到这里面来了。没点底气都不敢让，这个瓶子可以随便加副油箱的嘛？副油箱，我这你问，这个一瓶可以跑50公里啊！皇帝啊，一口闷了，嗨，肯定接了呀，一个皇帝，没有说直接接。出发，兄弟们！欢迎我查理哥，查理哥，星月启程。还有400公里。干啥了？我操，人不见了，兄弟们！我操，人呢？我靠！我操！人不见了，兄弟们！兄弟们，我们今天双倍经验，双倍经验三倍上线啊！去万象，兄弟们，400。从明天开始就没有双倍了，兄弟们。双倍今天三倍上线啊！过了今天就没了，兄弟们。我们可以五星打打卡，喜欢麻子可以办张卡，开个钻分。开心的话，整个开心，兄弟们。口袋空了，我的妈呀，来一个。来哥，你都空了，来哥，别呀、啊！恭喜啊，恭喜，还进我眼，恭喜！15个小时以上，不止哦，感觉。谢谢我，谢我承诺上感哥，兄弟们，五星任务人都凑一下啊！我们五星凑一下，五星凑一下，谢谢兄弟们，谢谢兄弟们，差的不多，五星差的不多。支持一下，好吧，兄弟们。月底了，月底了，支持一下，兄弟们。继续在路上啊！
发兵啊，那你们高总连那个连麦费都没给，发个锤子了，兵兄弟们不要被控制了啊。出发了，一直在路上，大王哥，好好弄，好好干啊，大王哥，现在不能想太多，就是把直播给干好啊。有的时候干着干着自己有点迷失方向了，不过现在收了心了，好一点了啊。大王哥，有什么做得不好的给你道个歉啊，大王哥，加油吧，还是坚持把这趟旅程给搞完，搞完就回来了。哎呀，难免嘛，有的时候直播时间太长了，播个连续播个一年两年，难免会有点迷茫，有的时候会怀疑人生，兄弟们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我的一个感觉啊，就是播久了以后，就是会感觉到一种无助的迷茫，还有有的时候一个人不想说话，然后就一个人想自闭啊，就会有这样的感觉。真的，就是感觉自己要看精神科了啊。谢谢我改名哥续费的一位钻粉，对，星夜启程赶路啊，感谢改名哥续费的一个钻粉，感谢，因为我们路程很远啊，我们时间很少，感谢，别吹逼了，下来推，我这推，到了，推车。推是多少？100米啊，100米，893到894啊，894啊，医学界的奇迹，兄弟们。今晚睡哪儿？我带了帐篷的，我睡哪儿都可以，有酒店睡酒店，没酒店睡帐篷。走，推，我的妈呀，兄弟们又开始了！好，这太难了吧，这个。我的妈，894给我推！哎呦，谢谢我改名哥续费的钻粉，别送，送了要退回去啊！感谢！感谢我改名哥续费的钻粉！我的妈妈呀！这黑灯瞎火的，别被抢了。有这个可能啊，我副油箱都被偷了啊，还有偷副油箱的，那这个很正常啊。马上到了农村，就啥都没有了啊！我的妈呀，推都推不动，我靠，这个嘚儿，我的妈，给我推，兄弟们，无限接！啊！一个飞机推车50米无限接，我的妈，就这，我的
赶快小妖精的亲属徽章啊！我恭喜我空气哥，哇，谢空气哥的飞机，好，空气哥加赛吗？感谢空气哥，那就到六啊，到六，到八九六，八九六，我三千块，无限接，到八九六啊。无限接一个飞机50米，我的妈，不就推个车吗？十二尼克温，感谢，感谢我空气哥，谢空气哥飞机。哎呦，停下，停下，停下，这车有点不受控制了。我的妈，腿咋？怎么感觉是你们有点累啊？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我空气哥的飞机。无限接啊，记住了，无限接，好吗？无限，好吧，记住无限接三个字，好吗？兄弟们，不是口嗨，好吧？那你问，哎呀，兄弟们，那武器差的不多，兄弟们，差的不多，差不多。高总不得给麻子搞点 GDP 是吧？无限接，无限是谁？啊，推，给我推！是不是姚坤哥没在？姚哥说他让我钓鱼，明天我找个菜市场，我今天晚上肯定尽量能到那种菜市场啊。明天早上看能不能去整点鱼啊，惹你们买两条活鱼啊，然后假装勾上来啊。不然姚哥这个不安排道具组，这个属实自己钓不到啊，这边。到七了啊，送了50米啊，送了50米，兄弟哥。无限接，无限接啊！看一下，我的妈呀，给我最晚轩哥开动的钻粉，我的妈呀，那就本来是要推到八。推到九，无限接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我操，这逼玩意儿还是有点累啊，因为它太重了，还几百斤，我操，这还是个小上坡。无限接，感谢我最晚轩哥，谢我最晚轩哥开动的钻粉，无限接。给我冲！无限接，没吃饭，没吃饭。到九啊，到九，兄弟们，我靠，这是个上坡，汗都给我整出来了，我操！我感觉你快不行了，我不是我不行了，是都不行了啊。哎，是个上坡，兄弟们，操嘞，机器，无限接，兄弟们，50米，操嘞，推着，还有这碗钱哥，哇，我操，这尼玛，对对，还没到，还有50米啊，50米，
倒酒啊，倒酒。哎，任你我这，古有老汉推车，啊，今有小伙推车，兄弟们。哇，操！哎，汗都快喷出来了，操！倒酒了，我的妈！就这，兄弟们，这还是个上坡，啊，就这，我靠！哎，你们这不行啊，兄弟们，续不上啊，这个，啊，这太轻松，这他妈太轻松了啊！我的妈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我的妈呀！江江文兄弟，江江文，江江文，哎。三姐，我也待会儿别喝错了，把我的副油箱喝了，兄弟们，啊！那是副油箱，汗都没有出，续上！我靠，谁要给我续？我先等一下，我休息一下，无限接啊！看好了，无限接，好吧？无限接啊！无限接，无限接，还有没有给我续上的？人，你们就这，不行啊，兄弟们，你这个，天天这样喝，得把士气拍一拍。这段下坡，兄弟们忍忍，瞅准上坡，这就是上坡。我说你们，你们没有。这段路就是上坡，啊！果子，你们兄弟们，你们怎么看的呀？你看嘛，那个车，啊，推到万象啥价格？我他妈推到万象，你出得起价格？反正就50米嘛，一个飞机嘛，可以无限接啊！不要问我啥价格，自己算。还有350公里，啊！不要问我价格，自己算啊。你们好，要90度的那种，吹得到就给我吹着90度。来个，一个超火，你今天就一直推着走啊？高总，你刷嘛，高总，你刷嘛？啊？哦，我这个，我靠！我操！环球中心，这个是个大户人家，兄弟们。Toyo Bigon, PPP Puppy and Parking, 什么夜总会吗？这是？我说你们老挝环球中心，兄弟们。哦哟，卡拉 OK。我说你们荒郊野外的炮房吗？这是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什么情况？这不知道啊，兄弟们，这没来过啊！我靠，这感觉很像那种，是酒吧 ，PP 酒吧和卡哦，哦，看吧，那就是酒吧，应该是酒吧。应该是音乐酒吧的那种啊，酒吧，你个屌毛！你说你们环球中心，酒吧，酒吧，酒吧，
酒吧兄弟。去看看吧，兄弟们。你们大哥支配一下，去看看的。一看就是会所，不知道啊，反正没来过。要去看看吧。去看还要那走走了走了，不看了就快走。欢迎我改名高，要看看吗？大哥们说了算，大哥们说不看就不看。哥哥们说看吗？大哥们说不看就直接走，会不会进去被嘎腰子啊？这个还是很炫酷了，很像那个成都的环球中心的 mini 版啊。他们这里都开得很快的，人你们那肯定要看的话肯定要自备去里面看啊，对吧？如果他是 KTV 那种，我们进去我们就说来找朋友，直接说个房间号，对吧？没有的话我们就哎找错了不好意思，是吧？找个理由就撤，这就带兄弟们进去瞅瞅啊。那肯定要自备，我他妈有风险的呀！这个进去自备要公益啊，冒着公益的风险，兄弟们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就说整错了呀，我走啊！啊，这还不简单，找个理由嘛。进去我马上报警，走兄弟们，走了走了，快走快走快走了，没有大哥想看，我感觉都不想看，走，大哥们都不想看，我们撤。在卖烧烤的，你连都没有打领带，继续出啊！我领带都没打，兄弟们，下次我必须要把西装带出来，兄弟们，下次我出来的时候必须要把我的西装带出来。走到哪儿都可以穿西装打领带，很正式的那种啊，把皮鞋整起来穿起啊，皮鞋。我不是凉鞋，我是凉鞋，不是拖鞋。你有公鞋吗？你有皮纹吗？兄弟们，继续接，无限接！我的妈，你们干啥嘞？我们没有推车的了，我这汗都没有整出来，你们就不给我推了？兄弟们，你看吧，这个是现在是下坡了，刚才是上坡，我的妈，是前面上坡了。操！看我们的车，谁知道一进去那些服务员都是带我去打。都是打领带，但是我直接去，哎，小伙子，打洞打洞！我说你们那真的直播间直接公益啊！小子，打洞打洞！那直播间直接就公益了啊！谢么么哒，给么么哒。我是一只小小鸟，怎么也飞不高。野外。到哪儿了我也不知道啊，兄弟们，全都是小别墅啊，兄弟们，
敢开快了，这路不太熟悉情况，兄弟们。对呀，谁知道那些服务员都是打领的？20迈啊，20迈，兄弟们。哇，这晚上又是有点冷。什么情况？怎么掉了个宝箱啊？谢谢你，你哥的飞机！我的妈！这怎么？飞车啊！欢迎我孤儿鸟哥。丽丽哥，上我推吧。6啊，6，推到7过一点啊，推到7过一点。我的妈呀，这是个小上坡啊，感觉。7多一点啊。人尼格温无限接，兄弟们，就这汗都没有整出来。哎呦！推到九幺七九幺八，到农村了，这边全都是蛙在叫了，兄弟们，我看到北斗七星了，兄弟们。我说你给我着了，操！这手机不听使唤了。送我大哥一个918，谢谢丽哥飞机啊，丽哥，靠你！哦，最后一张双倍卡，兄弟们可以开开钻粉啊！我的妈，好了，可以开开钻粉啊，双倍加持啊！双倍加持，双倍加持，918了啊，推到918了啊，倒退也是50啊，可以，大哥，欢迎我探讨哥，欢迎我探讨哥，卡哥倒退也可以无限接，哎呀，好吧，飞车一个飞机50米啊。直接把这个标题打到这个上面啊！啊，推车一个，无限接啊！看了，打了个标题啊，无限接。哎，欢迎我探讨哥。什么？你以为没油了？油肯定有的呀，怎么可能没有油？哇，9点了，再看前面如果有卖吃的话，我们可以整个宵夜来吃啊！我的妈，又打雷了，兄弟们，前面又打雷了。
恭喜我改名哥又获得迎春飞机，恭喜改名哥获得两个迎春飞机。我靠，这不得赚麻了！这边感觉他们这摔了一跤，这个。单点出奇迹，两发得两个，我的妈呀！这斗鱼直接给我这个亏了呀！改名哥给我赚。按理说应该还有一个啊，一般单点的话三发。感谢改名哥的又一个飞机！我的妈！我的妈，这吃灰呀、啊、这儿！哎呀！我靠，这纯纯吃灰啊！到四吧，推到四啊！我都可以啊，改名哥，看你，我都可以，看你想倒退我就退回去，想前进我就前进，没关系。都一样，反正50米、100米都是一个油门的事情。我让你选，我肯定选前进啊，对吧？谁选后退啊？不傻吗？欢迎王叔叔，我选前进。原地跳起来，那就退吧。我的妈，兄弟！好了，大哥让我选，大哥又让我退。好，到四啊，到四那个位置。我的妈，我怎么推过来就上坡了？我的妈，这推过来就上坡。来，你哥问。机会我不中用啊！这你们直接给我，有狗有狼。600米后，向左转。我靠，要左转了前面。推到四。我操，这是个上坡，兄弟们。我靠！我有刀啊，把刀拿出来防身啊。然，你给我问，差点废了，兄弟。对吧？推到那前面那小伙儿是，因为这两个小伙儿，前面有两个小伙儿，以为我是个傻子儿，我去救他们了。前面有两个小伙儿，他们的车好像废掉了。我车好像废掉了，打不着了，这你们。然后我推到他们面前，他们好像车摔了。哎 ，Hello， 萨贝迪。我的妈，他们车好像坏了。好，我推到他们前面。啊，然后我再打着火，我再返回来走。嘿，我就挑衅他们。哎，快到五了，够了啊。哎，我就是玩儿。哎，我再给你看一下，我车是好的。哎，我打着火。哎，我有油。哎，油门一脚。哎，我又哎挂个档。哎，我又回去。嘿，哇，我就刺激那个中枢神经。哎，拜拜。让你们快跑，兄弟们。我的妈！太了。
你要被打怪走，兄弟们。哎，就是玩啊，我的，啊啊啊！再回去啊，再回去，再回去刷飞机，刷飞机，再回去啊，再回去，再推回去。我让你再回去，可以啊，干兵哥，没问题。要回去吗？我停下来，要回去吗？我喊你往走，我说你跟我。我怕个锤子，走，操，雷体结构会，我操，要挨打，我们肯定挨打，我，哎呦，人家肯定会以为我是个傻子，你知道吗？走，怕锤子，我的天哪，而巨马大黑啊。那被嘎腰子都找不到，都没有摄像头的。挑衅，我还给他说个傻白的，向左转。有问题。我给他说个傻白的啊。傻白的，傻白的，傻白的！哎，哎，哎！您是200米后，向左转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兄弟们！哎呀！兄弟们！哎呀！又来了，你的猫子！直接干了个萨瓦迪卡，不，干了个哈利阿塞哟、有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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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狼。他们亮灯的那个地方就是、啊，哎呀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就是，啊、好了好了，别去了，啊，改名哥说让我别去了，哎呀，其实我也怕，我那你们，哎呀，啊，改名哥，别去了，还是有点怕的。啊，要去吗？我骑过去可以吧，大明哥，我骑过去掉的。别再挨打了，别去了，大明哥还是有点危险的，大明哥再让我别去了。欢迎华哥，我还是有点怕的啊。人家万一人家是在这儿交易的，兄弟们，万一人家是停在这儿交易的，我这你问我这一会儿过去一会儿过去，我这你问是吧？欢迎我黑夜哥，是遇到那种接头的，人家在这儿接头，知道吧？本来这边那种都是合法的，知道吧？本来那个朋友的妈妈在这边都是合法的。哦，这儿有个，这个宵夜，兄弟们，要炫一个吧？我想炫一个，9点了，我可以炫一个吗？炫完之后我们继续赶路。这个吃面的，
九点太饿了，美食环节啊。好，前面没了，前面没了，就这儿了。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我这里外九点了，九点以后没。这是一个检查站，兄弟，这是一个警察检查站，快走，快去了，去了，快走。炫一个。Hello, boss. Eat, OK? Yeah. 路。哎。哎。King, OK.King. Yeah. This low door. Yeah. Yeah. Okay. Okay. This one. 要一份 big. 一份 Okay. King. 哎，兄弟们，走。King 就完了，兄弟们。King. 哎，走点儿。Eat, OK, gain, 我操你妹， gain 就完了。我操，熬不到兄弟。操！啊，好臭啊！这一身，全部被这个汗水闷到这个里面了。我操你妹，我这个衣服它不透气的啊，这个衣服是企业级的嘛，它不透气啊。这么热天穿这么多，臭，兄弟！我看看这前面还有没有酒店？有锤子个酒店，我这牛啊！这个月底我还可以干到400单左右。我靠，往前走没有酒店了。没有酒店，一直都没有。没酒店。现在没有，高总400单给女主播，她350单。Yeah, thank you, 卡布仔。还有344公里，我这我走这么就。东南方向，万象中心购物广场在您到达时可能已结束营业。哦，要走湄公河，一直沿着湄公河走，兄弟们。
有点远，我要一直沿着湄公河走。我靠，200公里到北站，到了个锤子，到了。今天晚上最多到陇炕，到陇炕睡一晚，兄弟们，明天早点起来赶路。妈孔到妈孔这个地方，到这个位置，兄弟们，今天晚上到这个位置啊，休息啊，到这个位置啊，明天我们再赶路，明天我们早点去啊，要一直沿着。然后到北站的话，一直沿着湄公河一直上去的话，100多公里就到了。哇，睡帐篷，找个好地方，看有没有酒店吧。有酒店尽量住酒店，兄弟们，在这边就是，就怕那种叔叔就是扯拐，知道吧？就是说或报警啊，或怎么样，反正他们这人很奇怪的，哇。OK 哟，卡不在。欢迎我007哥。哎，哥嘞？啊？晚上了。Yeah。晚上吃点吗 ？Yes。万象。万象。万象。这个是什么黑科技？整点儿。哎呀妈呀！整点儿。整点儿也不知道是啥，加点儿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啊，他们这个好不好吃也不知道。哎呀，我的妈，胖臭的，这个也整点儿玛莎拉，反正我昨天晚上是穿稀了的啊。吃茶主播，没事，他们这个辣椒油还是很棒的。就往里面放，管他什么，先放了再说，兄弟。他们这边嘛，不都是这些活吗？明天我们看看，早上看能不能买到老鼠肉烤一烤，吃一吃什么的。82年辣椒要整点儿。高总，你是和女朋友一起去吃的这个，吃的三文鱼吗？还是一个人去吃的？高总的生活，我的梦啊，高总。什么味儿？高总是什么味道？高总，欢迎我往云烟。很辣，有点辣，兄弟，他这辣椒。
这么烟大呗，你大呗。欢迎我改名哥，兄弟。你还有粉丝，我现在连个外卖订不了。蓝爪哥你在哪儿啊？连外卖订不了。啊。蓝爪哥你在哪个地方？让高总给你送啊。我他妈单位辛苦着你这。你这项目部住着嘞。我的妈呀，这怎么住项目部了？让高总给你送吧。外卖都没有的话，那肯定是有一点啊。明天我要找一个钓鱼的地方，兄弟。明天要去钓会儿鱼啊。嗯。这没有看到有那种。明天钓会儿鱼，兄弟。湄公河里面钓，反正要到湄公河。可以再来远吗？看你吃的巨香。哎，蜻蜓才人和。
基本上我感觉应该吃不下了，晚上不能吃太多了啊，兄弟。啊，这就不能再吃了，真不能吃，这真吃不了了，真吃不了了啊！哎，这辣椒自己放的，辣椒自己放，老板都不放辣的，老板都让清汤的。真的，哎呀，这个吃的是米线啊，这任务都不接，你这样说我就懂了嘛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老板开价，马上我让老板给我上一份，好吧？不过本来是真吃不下的，不过老板这样一说，啊，兄弟们三个字，啊，三个字啊，哎，没有吃不下的鱼翅啊，这个我吃的是米线，下一碗吃的是鱼翅，那肯定都不一样啊！我惹你们，嗯，荧光棒我觉得可以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谢谢好哥哥，谢谢宁采臣哥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好看。OK 啊。Yeah, very good. OK, 今天来了 OK 对。嗯 ，this chili very good. OK. Yeah. 今天可以吃了 OK。嗯。哦，混进就吃甜了。嗯，好。卖了，找外面好像中国，那肯定是中国的呀。他们这边佐料又少。他们这边所有的米线都是一个味儿，没有区别，区别都不大。好不好吃，全靠自己放啊。刷个火箭把汤干了，接了。我他妈这碗汤我还有点怀疑我自己能不能喝得下这么辣。这他妈明天肯定菊花得爆炸啊！小刘问我还回来吗？真的假的呀？
啊，回不去了。辣辣辣，真的辣，兄弟。兄弟们，我们打把 PK 吧，可以吧？你们的哥哥在的，顶麻子一把，我们打把 PK。兄弟们，来三岁直播间帮忙抬一手。我真的我想打死他，你知道吧？你来乐开啊？乐开，乐开乐不破。别打，别我吃好了吃胖也行嘛，我脑子直播间都快倒闭了，你还搁这跟我这儿来导流，还免费？哎，跟着人跑了呢。这话那么说。我说要不拿块土一。没看到他发，看到了，是他发的。高总，你真的是我的好兄弟啊！他妈的，胳膊都往外摆，夜麻子老子都快倒闭了，你还跟着我这儿来导流。你说三岁是给我刷了飞机还是给我刷了火箭呀？嗯，啊，高总，嗯，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，你还给我雪上加霜是吧？我直话告诉你，啊，啊，变弹幕了，高总没有发哦，对不起啊，高总，我真的，高总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兄弟误会你了啊，兄弟误会你了啊。这样，高总自己给自己磕个头，道个歉吧。刚才有个弹幕复制的吧，哪能看到吧？嗯。对啊，你在为什么冤枉我呢？我操！boss very good， 嗯，好吃，好劲。好久没有来啊。高总，你想封谁？一个飞机，你想封谁就封谁啊？好吧。老只听老人说过蹭饭蹭到姥姥家的，没有听说过蹭饭蹭到国外的，哼，鄙人。
哎呦，查理哥，还查理哥，203块，刷个飞机还剩103块，或者是50，赌一手告白。兄弟们，回复一个大哥的消息啊！好，完事儿。麻子，麻子，一个飞机3岁，一个飞机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麻子一个火箭，3岁一个火箭，高总借800。我给你们说，高总那天跟他女朋友啊，他说耶，麻子麻子，我谈了个女朋友，我说好啊，高总，啊，祝你们这个百年好合。麻子麻子，我说啥事？借我500，我说你干嘛？我给我女朋友发个纹理红包。哎，兄弟们，真有你的高总，借老子的钱给女朋友发红包，真有你的。气不气？我气个锤子，我气。我不借啊。Hello, boss. Today, today. 扫航，假装听懂了，兄弟们。其实我没有听懂，先给他50000，知道吗？其实我没有听懂啊，麻子，我想给二位买个礼物，能不能借我500块？我这次我准备带我儿子跟女儿回去玩玩水啊，带他们去玩一下啊，兄弟们。没有意见吧？到时候如果我没有开播的话，没有意见吧，兄弟们？带我儿子跟我女儿啊，然后一家人去带他们去那个黄龙溪玩一玩水。我儿子喜欢玩水啊，女儿也喜欢玩水。提前给他们把标水箱买好。Thank you。对，应该说是卡普柴啊，卡普柴啊，几号回去啊？兄弟们还是便宜的，这是12000。两万五，10块钱啊，这一瓶10块钱。停播倒不停播，但肯定要播的啊，每天还是要直播的，但是不停播啊，不停播，但是要直播啊，不停播。我的水。不停播啊，不停播，就是每天还是要播的啊。
走，前面几十公里，我们找个酒店，兄弟。明天找个地方去钓鱼，兄弟们。我大哥想看我钓鱼，兄弟们。姚贵哥说让我钓鱼，下次上来自己烤。啊，我们明天去找一个能钓鱼的地方。明天起来以后，去找一个能钓鱼的地方啊。高总都在喊穷了，我们这些怎么活啊，兄弟们？兄弟们，高总都在喊穷了，我们怎么活呀，兄弟们？还刷两片，高总，我吃着泡面，看着麻子直播，能不能借我100给麻子刷个飞机啊？高总，我大哥给你借钱了，你怎么说？我这么好个大哥，对吧？吃着泡面，对吧？高总借100问题不大吧？我说你们要改名哥好大哥哦，可以，他说可以。高总格局，兄弟们，高总不还的那种。看了一天了，高总是谁啊？借麻子借我500，我想出去耍个妹儿。500贵了，500贵了啊！你们，高总有200多的渠道啊。高总，格局不用转过来了，我帮你刷了吧。看看大哥的格局，高总啊，今天晚上让你看看大哥的格局，好吧？啊。兄弟们，我们五行差的不多，双倍经验，三倍上限，好吧？我们到前面去找个 hotel， 明天我们继续赶路。明天我们要去找一个那个，就是要找一个那个，要找一个就是能钓鱼的地方，我想去钓点鱼啊，烤着吃啊。大哥一直想看我钓鱼啊，钓鱼烤着吃，我们去看一下能不能钓点啊。落飞啊什么的都可以啊，整点鱼钓钓。对啊，烤鱼嘛，整点烤鱼来吃吃。我也没有吃过啊。他们这边的鱼都是架起来就烤，我说你们，东北那边还是有点区别的。今天晚上住哪里啊？今晚到前面，兄弟们，我们尽量的能出城啊，因为他们这边早上有叔叔会拦我们这种车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不然的话又遭罚款，他妈不划算嘛，兄弟们啊，老被罚款这不太好啊。我被罚过一次啊，我上次出去看病的时候被罚过一次啊。
了我八万块啊，罚了我八万块，就是早上八点钟左右啊，他就有那种罚了八万。加油站我已经加满了，副油箱加满了，我油箱是满的。欢迎我兔兔哥，钥匙你去不去万象，你到不到？我反正在连夜往那边赶啊。我说你们少少天在房间里面卧蛆吗？坐高铁嘛，不要开车。得去多远？你到了再说，我再给嫂嫂洗脑呀，思想工作，我们直接两个字洗脑好吧？做什么思想工作？你就给他说，喜欢他的叶子也要去，等着接盘的叶子也要去，在万家等他。啊，你跟他说我要去，啊，不给面是吧？嫂嫂可以不给你面子，不能不给我面子。你跟嫂嫂说，刚刚被迫交完作业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你天天这个钥匙，你这都四十多岁了，你这个天天这个天天交天天交，这着得住啊你这个？啊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没有什么事儿，打一针解决不了的，实在不行多打几针。对呀，一针不行打两针啊！欢迎凯迪呀。多交几次作业好吧，我马上到了，反正我明天我钓个鱼烤个鱼，烤完之后我就星夜启程啊，明天反正全程在路上，我要骑快一点，明天全程全速前进。兄弟们我们凑一凑，兄弟们啊，我们小凑一下啊，兄弟们，没打卡了，双倍剑三倍上线，欢迎我95527哥。要进山了，兄弟们，要进山了，我感觉要进山了。我感觉要进山了啊！完了，我说你们这穿老虎山吗？我靠，真的要进山了。他们这边的路不太行，知道不知道前面路况，它不像国内，知道吧？你随便开，它前面又没有大坑什么的。那么这边你不知道它前面有没有坑啊，有没有荡啊什么的，啊！谢谢兄弟们小礼物，谢兄弟们，来兄弟们，你去睡觉了，改兵哥这么早。你们改兵哥，你这今天怎么这么早就睡了？改兵哥，你这交作业是吧？有什么大的野生动物吗？
用的什么地图导航的？我用的谢我，哎呦谢我，人你问我要是你们这四十二级，人你们四三级能不能让我升哦？用的什么地图导航？用的谷歌，谷歌肯定是谷歌呀。人你们这个他妈，这真是一个人还他妈四级，我靠！今天我开三倍卡，你他妈还四级，荧光棒都不认识吧？你干啥呀？嘿嘿，走，这是干啥的？是干啥的？这种车我感觉怎么那么像那个啥呀，兄弟们？这种停到路边的那种，又没有牌照，什么都没有的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只要他不追上来啊。他只要敢拦我，我就掉头就跑，掉头跑啊，掉头跑。他再拦我就再掉头。啊！江哥，我在国外，我在老挝，我还在骑行呢，骑行老挝的嘛。到前面找个酒店 hotel 睡觉去。应该还有个几十公里，我看。前面多远？什么地方这是？这还有个梯田。东南方向17公里，前面有个人，我说你们不要吓我，你们不要吓唬我，我说你们我很怕的，兄弟们，你们不要吓我，我说你们什么前面都不能有个人哦，不要瞎搞，兄弟们。20公里啊，二十公里就前面有，好像有住宿了。20公里有住宿啊。在看我是不是一个人啊？就前面这辆车，这个前面啊，前面这辆车啊，我刚才看停到路边的，我他妈好恐怖！那车一直烧机油，他会不会在前面扔钉子扎我胎啊？
成极路了，兄弟们。操！我靠，兄弟们，我感觉有点危险啊！兄弟们，五星差的不多，兄弟们，还有20公里，我们到住宿。三年高温哦。20公里啊，20公里。20公里要不了一个小时吧？哇，前面的兄弟，兄弟怎么有人啊？什么情况？这什么情况？在钓鱼吗？这是，我的妈呀，这有人，兄弟们，这好像是个湖，哎，这好像是个田，我的妈呀，这东东他们在路边干啥呀？这是，哎呦，感觉在踩我点呀，兄弟们，赶紧走，这是有。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这看都看不清，是两个人吗？那刚才那两个，我真你问哦，一飘一飘的，啊，我真你问，我还停刹了一下，是人不？是两个，我看是两个，兄弟们。俩女的，我就说嘛，那我就没看错，我看到是两个，男的女的我没看清啊。欢迎我9527哥。回酒店啊，9527哥。前面20公里才有酒店，20公里，我们到前面20公里去找一个。好多加油站，他们这个加油站好像是没有开门，我没有看到有人，只是亮着灯，但是关门了。兄弟们，我们今天双倍经验，3倍上线啊！我的油箱是满的，副油箱也是满的，可以跑个120公里左右吧。我的车应该现在啊，跑个120问题不大，多了不敢说啊。那跑个100多公里，100多公里应该有加油站吧？我的妈呀，到200公里都到那个，都到北站了！我的妈，肯定有的，私人加油站也有的。哎呀，欢迎我金哥！我的妈呀，闯王来了，金哥！我还在老挝豪耍的皮包，没有交警吗？有交警的，有交警。他们那交警，他们那交警不抓酒驾，只抓那种就是反正不戴头盔啊，还有一个就是没有牌啊，他们只抓这种，反正罚款就完事了，就罚款就完事了，给钱就完事了，是吧？
刚刚那个路口我听过好几次了，我的妈，我不可能在一个圈里面吧。欢迎北风哥，欢迎北风哥。你被抓，我被抓过呀，被抓过一次，不是被抓吧，就是被拦下来了，罚了8万块啊。他说好像我都没有上临时牌照啊，就罚了8万，判了个最轻的吧。我看那些他们都拦那种国内的那种拖挂车，知道吧？他们都拦那种中国的那种拖挂车，我的妈呀，一路罚，反正各种给你找事儿啊，罚就完了啊。听说万象更多啊，万象听说更多啊，8万，1万等于4块钱啊，1万等于4块人民币。欢迎我大姐家，感谢我大姐家，感谢我大姐哥，谢谢我大姐哥的支持啊，感谢大姐哥对麻子的支持啊，兄弟们给我大姐哥打波发财，这个大姐哥最近还是蛮支持椰子的啊，谢谢大姐哥，谢谢大姐哥。小钱，我的妈呀，兄弟！感谢我大姐的9个骑士卡，兄弟们给我大姐个打波发财，我的妈！感谢我大姐，这是女粉吗？这是女粉吗？今晚在哪里睡觉？今晚上到前面啊，我离小六很远了，我骑了40-50公里了，离小六40-50公里了，我都离开了。下次吧，下次有机会再来小六家做客吧。还有我24级的粉丝牌啊！我的妈呀，这个是哪个大哥呀？改名了，应该是改名了，大哥改名了啊！欢迎我风起云烟哥，下次来小六结婚了，结婚嘛，结婚又不影响，结婚又不影响我来啊。好冷啊，兄弟们，这晚上感觉有点冷。欢迎我浅夏时光最亮怪，哦，伯良哥是吧？是我伯良哥吗？伯良哥 ，Meet you, I miss you， 伯良哥 ，I miss you, I miss you。当当，大姐哥称呼啥？伯良哥，那我伯良哥。我的妈呀，这个好兄弟啊，开慢一点嘛，好兄弟啊，人在前面飞，魂在后面追啊。谢我光辉哥，谢光辉哥。你这开的有10迈吗？不止啊，那个。肯定不止呀，15迈啊！嘿嘿嘿，来个快一点！哎呦，我操，这什么？滚！我操嘞，你狗日的！我靠，有狼，兄弟们！我的妈呀！刚一提速，我说你们要差点撞到狼了，兄弟们！什么狼？那肯定是狼啊，兄弟们！
谢谢伯两哥的支持啊，感谢伯两哥，谢谢伯两哥，感谢伯两哥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哪位战狼？发现我基地一个。CR7 啊，改 CR7。我靠！整个户外就不会不麻子胆的，我跟你说，全网都没有几个。单刀独闯的就全网就没有几个啊！那你问，不是说我胆子大，我是你们兄弟们，没办法呀，为了那碎银几两，那么只能拼啊，多支持一下呀，契约，好吧？真的，佩服没有用啊！你觉得麻子觉得行，支持一下啊，好吧？雪山西藏雪山记忆犹新啊！欢迎我酱油啊！欢迎我李志恩哥，支持一下，支持一下，对啊，支持一下嘛！我说你们不要口头嘛！我他妈叫好不叫座，我都倒闭了，我都叫好不叫座倒闭了啊！游游游游，问题不大。明天去找一个地方钓鱼去。明天必须要钓鱼啊！欢迎我董哥，欢迎董哥！我靠，董哥，我今天还没找到住的地儿啊，董哥。好嘞，李姐，我嘞个乖乖！车一定要开远光，天黑看不见。没有啊，前面有车来的话肯定开近光，前面没车我开远光呀。不是，我靠，这儿有个镇哎。我靠，这是个什么镇啊？我靠，这个地方好像结婚，兄弟们，好像吃席的，兄弟们，不好意思，吃席的，快走。不结婚，好像是吃席啊，白色的。没有，我杨贵哥大哥想看我钓鱼啊，野钓啊。看明天能不能找个那种给钱的能钓起来的那种啊！我说你们哪怕是钓的嘛，直接钓起来嘛！我不给钱的话，直接钓不起来，我操！欢迎我恩泽哥，欢迎恩泽哥！当当当当当。这个是他们这儿最好的路了，兄弟们，这是最好的路，啊，就是国道上面属于最好的，这等于我们国内高速了，兄弟们，就是路的话，就等于我们国内的高速啊，就对标的话，应该是这样。
他们锤子什么国道县道，就他妈这一条道，爱走不走。我上去问，还国道县道，你们这，笑死我了。谁知道，他就只有这一条道，啊，什么时候分国道什么县道什么，没有没有这一说，只有这一条道啊。车路狗都不走，过去嘛，这什么？靠，兄弟们，我操！这什么？还要幻想哥？我靠！兄弟们有狼！哦，悄悄的。我的妈呀，野生的野马，兄弟们，策马奔腾啊，这是，我不敢吓他们啊，我的妈呀，这是野生的呀，疯狂的跑，他们的别跑呀，发财了发财了，我的兄弟们，好操了，别吓到他们，千里马兄弟，你跑个嘚儿啊！你跑，我他妈我又不干你，人你们搞一匹这个马，不比骑摩托车香吗？百公里只耗两筐草，兄弟们。但是这个马骑多了以后，你的胯两边会分开，知道吧？啊，它会把你的胯给你顶流血，知道吧？你有痔疮的话，你骑不了马的。你如果是有痔疮，你的胯那个痔疮会顶到你那个胯上面的啊，你会流血的，要穿尿不湿骑马才行啊。因为我骑过，所以说我知道，我就骑过大概几百米吧，我的胯都流血了啊，那个痔疮那个止不住的血都往外流，直接是飙出来的，知道吧？飙劲儿。飙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有痔疮嘛，有痔疮。换个机油，明天给这个摩托车换个机油啊，因为要跑长，不知道跑长途跑得挺远的，换个机油，还是该保养一下了。我说你们这摩托车1100公里了，我的妈，这没有怎么骑，怎么1100公里了？我的妈呀，骑到2000公里就亏了。马上两个鬼一直追，确实有点瘆人。明天换吧，明天换机油。有一说一啊，国产的这个飞肯的这个摩托车，4000块，和那个10000多的那个一模一样的那个本田啊，两个一做对比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声音的那个声音嗡嗡嗡的，非常大，噪音非常大，然后那个车没有什么噪音啊。马
子开车可以啊，挺会来事儿的，会切灯啊，那肯定啊，兄弟们，作为一个职业的骑手，你不切灯的话，比对方很难受，对方看不到你，他给你撞上来，你也很危险，知道吧？就是在晚上变灯是一个职业骑车人的一个职业素养啊，安全，他安全，我也安全，知道吧？就是变灯啊，变灯是真的啊，是一个职业骑车人的素养嘛，这习惯了，兄弟们，这习惯问题啊。噪音大肯定有劲儿，有劲儿肯定噪音大。有一小舅子就这样没了，兄弟们，小舅子。你们来找小舅子吧啊。我007哥，我操，这他妈啥玩意儿？这扑退退，他妈这怎么叫退退？我操，这你妈啥玩意儿？他妈开饭了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我哎呀，晚上都不会饿了。好的。哎，你问兄弟们，这才真正的宵夜吃土。检查看到吗？看到了吗，兄弟们？知道吧 ？GDP 是创收点。骑了1200公里了，兄弟们，牛逼吧？3800买的，骑了1200公里，那最后卖2000块钱，那就等于花了1800，我花了1800块钱骑了1000公里，兄弟们，那就投多少钱一公里，兄弟们？再加上加油，可能加了100公里20块、200块、300块钱油钱，啊，2100块，2100块，那就等于2100块的话，跑1000多公里，1.5块一公里。反正跑得多就成本就越低啊，这个车。2000公里直接报废啊。有狼，我操，有狼。
隔壁慢点压一个，50迈啊！我感觉我都骑了个200迈的样子，我靠！声音都大，我靠！这个车不行，这个车反正上30迈就噪音就很大了，知道吧？熬夜嘛，没有，前面找酒店差不多休息了，明天去找一个池塘钓鱼啊，有个坑就着了，差不多有个坑的话肯定就着了。我开的远光来得及的，50迈还是在控制范围之内啊。吓死个人啊，这狼太吓人了，这狼吓人啊，兄弟们。像我骑摩托车，我的手摔断就骑的大概是80迈吧，70迈提速到100迈的那一瞬间，然后车失控了，然后我人飞出去5-6米啊，就那以后我骑车还是比较慢的。到镇上了，就是我那个是赛车嘛，就是地平线嘛，然后从70迈提速到100迈，瞬间它就死亡摇摆了，知道吧？龙头就这样。就这样，知道吧？这个车提速没有劲儿嘛，我这个车提速很有劲儿的啊，一劲儿砰一下子，它就死，龙头就左右摇摆，死亡摇摆，你们懂吧？然后就着了，欢迎我查理哥，然后就把我人甩出去了啊！我包里有个大头笔，直接给磨没了啊！可以想一下，我屁股包里面放了一只大头笔，直接那个大头笔直接磨没了，刚好磨没，可以想一下啊！我劲儿很大的啊！欢迎我查理哥！哇，好像进入镇子了。我的妈，查理哥这儿亮啥了？查理哥，我的妈！哦，招待所，这儿有个招待所，兄弟们，招待所。哦哟，兄弟们，我怎么感觉这个招待所怎么像嘎腰子呀，查理哥？感谢我杰森哥的荧光嘛，谢杰森哥，我的鬼子！情况在这里，这是什么鬼啊？什么玩意儿啊？这都是些，这加油的是加还是不加呀？这个，我感觉我到工厂了，这个。谢谢耳东哥，感谢耳东哥续费的1个月钻粉，兄弟们，我们今天双倍经验3倍上线啊！双倍经验三倍上线。我刚一进来就被女主播问候了，问我是不是小妖进来了。我刚一进女主播直播间就被问候了，是吧？谢谢耳朵哥，兄弟们，我们今天双倍经验三倍上线啊，我们。可以凑一凑，兄弟们，可以凑一凑啊！我们今天是最划算的一天啊！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小时，最后半个小时，兄弟们，最后半个小时，去找个房间，差不多。
后面来了个警车，兄弟们，后面来了个警车。他妈什么警车？我操！因为在闪灯的，以为是警车，兄弟们，结果他们是这个。我的妈呀！他们这私人都可以安警灯的吗？我 ，what the fuck！我真的是服了，不是你们他们这私人都可以安警灯儿，我操！不是你我以为警察来了，王德发，我真的是王德发，我也买一个，算了，违法的事情咋不干？到了，哦，说的是呢，看这哪有闪光的，有路灯了。到了，就这儿，兄弟们，有路灯了，说明有 hotel。我的妈，你看吧，爆闪，我的妈，他妈一直在闪，是干啥的？这是吃宵夜的地方，感觉。hotel， 我的妈呀，这还有宵夜？哎，这个地方好吗？有宵夜。您是200米后，向右转。难得呀，这个地方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好哦哟，这是个野生妹儿，这什么幼儿园？是什么地方？这还有幼儿园？我的妈呀，这大半夜还有妹妹出来逛，可以，这个地方安全，兄弟们。向右转，然后稍向右转。这个啊。向左转，然后向右转。这个是 hotel 吗，兄弟们？这是庙啊！你们整到庙里面去了？王德发，人也问。向右转。向右，然后稍向右转。他妈右转，怎么这是转哪儿去了？这个向右转 ，hotel。我人，你们这是向右转，这什么情况？这什么情况？这是向右转。我的妈，这不对呀！你们到了华为总部了，兄弟们。哦，新年宾馆，哦，去看看，我们先绕一圈，兄弟们，这儿有个宾馆，我已经找到了。向右转，然后向右转。我看到了，这儿有个宾馆啊。先去 look， 五金店一般都是湖南人开的，这边的，一般什么五金啊、日杂都湖南开的。哦，这是个银行，兄弟们，银行，野生招待所 ，OPPO、vivo， 我的妈呀，兄弟们，赢了，全国产手机。哦，银行 ATM， 干嘛？应该是等车吧，他们这儿应该坐长途车。阿奇，我的妈哟，这个是干什么？招待所，黄色这个，感觉这边黄色都是，这个
招待所，我的妈，这招待所敢去啊？感觉这地方不安全，看上去这个酒店就不安全，知道吧？后退哦！我这我感觉我到了寂静岭了。我们要把车保养一下，这车不行了，好像没有动力了。House， 哦，这个好像又是个加油站，又是个酒店，这个。哦，这个又是个加油站，又是个酒店，好像。我有前面还闪灯的。前面去看看，前面还有闪灯了，前面感觉这一片安全些啊。算了算了，不要住在那个来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医院。哦哟，这个是个大镇啊，兄弟们，还有个医院，兄弟们。这种医院都算是个大地方了。应该可以吧，应该是大城市啊，因为这边有医院的话算是个大城市啊，要么就是个大村子，要么大城市啊，一般不会有这么好的医院。哦，闪灯的，兄弟们，去看看，这是什么嘛？197公里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哦，万象，万象，往万象走，就往这边走，明天要往。往西北方向，然后向左转。万象中心购物广场在您到达时可能已结束营业。对，走这边。明天我靠，明天翻土匪山，我操！明天要翻大山，我操！明天根本都没有什么所谓的城市之类的，全是山路。欢迎我虎哥。往左，往这边啊，先往这儿休整一晚。欢迎我虎哥。兄弟们，我们今天双倍经验三倍上线啊！双倍经验三倍上线啊！全是山路啊，就往这边197公里，要走197，差不多吧，到北站啊。我先到前面看看吧。人，你个温啊！他们这是干啥嘞？这个。酒店也不住，这儿闪，哦，这儿个爆闪的，哦，这儿安逸。197公里不是到万象，是到那个北站啊，到万象的话300多公里，我的妈！我靠，这是他们的任意门，这是他们的，我靠，大城市，我靠，这是个什么地方？一闪一闪的，刚刚才说。老中友谊休闲餐厅，我的妈呀，这不是老乡吗？就这儿了，老乡，我问一下这儿有酒店没有哦 ？Hotel 酒店，在后面有啊。好，谢谢啊。我说你们这整到红灯出来了，闪就完了。感谢我鬼迷人，感谢我金然哥的小画家，谢鬼迷人哥。后面过了，都过了。怎么全是炮弹坑？感谢鬼迷人哥，感谢鬼迷人哥。休闲中心，你们休闲就完事儿了。我这你们这休闲哥锤子路都没修好，要致富先修路。666中午。666吃饭到6点再出发，已经出发完了啊！但是我在看这个酒店，我不知道这个酒店他们这儿哪个好一些。
真你妈，这都感觉到穿越丙察察了。我们最后28分钟，双飞进三飞上线，兄弟们，这应该是有个酒店的。伤车？我这你问我骑1000公里我就把它卖了，我还担心它伤车，我这你问兄弟们。欢迎我明总，我是你们明总，我感觉我进园区了，我靠，操，我到哪儿了我都不知道啊。哦，这你欢迎明总，不怕强奸吗？我是你们，我一个大男人应该问题不大啊。你们大男人还有妹妹喜欢玩这种的吗？哎，这是个酒店，这应该是个酒店，这个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个酒店啊。看有没有英文的标识，垂着是政府，兄弟政府兄弟，我认得，我肯定认得呀，路灯都没有，我靠，农村啊，啥都没有，我就感觉这个地方，人你们要啥没啥。好久回成都，听说红沙沙安逸得很啊，给麻哥安排上，谢谢啊。那你们这里的生活真的，兄弟们，我们双倍经验三倍上线啊，兄弟们啊，我们今天钻石卡双倍经验三倍上线啊。这是个招待所，我们去看看吧。招待所兄弟，哦，应该这个就是了。Hello， 这可以住吗？啊，酒店？什么？这是酒店吗，师傅？这里没房了。没有房间了？啊、全部满了。中国过来的。啊？中国过来的。啊。没房间了，自己整
整栋都被包掉了。我靠，这全部都住人了。我应该还有一间房子，你刚过来 啊。去那边，老板在那边。老板，多少钱一间？他这个？他这里便宜，才30多块钱，三到十块钱。哦，是吧？十万？你会不会说而已吗？会一点点，但是不是。人家那个是老板。Hello， 萨布迪，人家被包了，还有房间吗？那你们会一点点，会个锤子会，一点都不会。还有房间吗？没房间买。看。没房间买。没，OK， 忘。多少钱？淘汰 ，How much？ 剩少。我很伤心。剩少。剩少，我看一下，剩少是多少？剩少好像是十万。先问一下剩少。剩少。那淘汰。哦，12万。This。六万。OK。十万。有，他说有。OK。What？ This？ OK。啊？我成都。啊，你呢？江西啊。我，你们那儿做什么工作？这边是什么项目？这边水利发电。哦，这边水利发电多哎。是自驾游过来的。啊。什么时候回去？我可能还要一个月哦，我都来了一个月了。还要去泰国吗？不去泰国，泰国去过好多次了。现在是老魏，你去从万象过来是从哪里过来？没有，我从那个拉邦。从拉邦过来的。啊。还要去万象吧？对，就是准备去万象。从这里，从那边那个老路，不走那个山路。走山路，你不是走13号公路吗？不走这一条路，不走这一条路。它的前面有个前面有个到右手嘛。对。那个山路嘛。对。走那个山路，然后到北站嘛。对。对对对。就直接去万象了。对。几个人过来？2个人。2个人。对。他们还有一个人在别的地方，他在外面后面。3个村儿，好，谢谢。两个人在说，他妈锤子就他妈一个人吗？来一间。OK。我说你们这车放这儿有没有问题啊？OK， this， OK， 还可以的嘛，可以，very good， 你最少是干净嘛。十万块就是40。OK， 可不得。我没喝嘛，我待会儿。一天，跟他们不一样，嘿嘿嘿 ，OK。哎呀，的妈呀，老板，我跟他们是不是一样？一个人跟嘚儿一样。猫咪是有，猫咪是没有。
先不管别的，兄弟，我们先把这个，我们先把这个星级任务先过去。没有空调，没有空调啊，没有空调，没有空调。除了这个在那边那个，那边那个有空调以外，就是去在拉邦的是有空调，他们这边是没有空调的。他们这边好像都不怎么喜欢吹空调，他们这边。这都不怎么整空调的。我倒是抱着睡啊。没有，我摩托车它有叫的，我摩托车就是把它那个弄到上面，它有叫的那种，可以叫。问题不大，应该不会被偷啊。好像有蚊子吧？应该不会有啊。欢迎我零零七哥，欢迎零零七哥，兄弟们。最后十七分钟，有没有给麻子小过一下这个五星的啊？谢谢大家。明天老板人都麻了，这电费得多少钱？欢迎我虎哥，欢迎虎哥。我们双倍经验三倍上线，最后一天啊，最后十七分钟，兄弟们。车白天陪你那么辛苦，晚上你不让他进来睡，我是因为你这个说的还是没啥毛病啊。告别小六啊，跟小六分开了啊，我离他很近，我往外向走了，兄弟们，啊，谢谢我虎哥开通的一个月钻粉，感激我虎哥，感谢虎哥开通一个钻粉，谢谢虎哥，谢谢虎哥，谢谢虎哥。感谢我北风哥，兄弟们，我们今天这个小画家电到了，小画家电了好多，感谢北风哥，感谢北风哥，我们这个小画家真的是可以小搞一下啊，小画家，感谢虎哥，谢虎哥，北风哥再来五首吧，北风哥再来五首，北风哥，啊，感谢我虎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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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虎哥，感谢虎哥。好，出，操！兄弟们。还有十五分钟，我大哥小画家电到了，有没有再弹一首的？好哥哥们，弹一小首，好不好？弹一小首，啊，弹一小首，好吧？最多再来五首就出了，这按理说这个最多再来五首就出了，应该不会再多了，好吧？按理说应该不会再多了。鱼丸不算啊，鱼丸的话，它暂时没有太大的作用。啊，这鱼丸。赶紧困了就送外卖啊！谢谢小亮奶，感谢我超醒大人。我靠，今天干了下午，干到现在还干了好一会儿了。谢谢我气势加哥的小画家，欢迎我小亮奶啊！谢气势加。高总不好送外卖，天看直播，我是你们高总送外卖养女主播啊，我哥天天都送外卖养女主播，谢谢我气势家，感谢气势家，感谢我永远的红魔鬼哥的二十度小画家，感谢永远的红魔鬼。
应该是要出个大的，应该是要出一 K 的，我感觉。啊，我感觉应该是要出个一 K 的。谢谢我七十家，谢谢红魔鬼，感谢红魔鬼。谢谢七十家，谢谢红魔鬼，感谢。大高总在一声声的魔怔中受阻啊！感谢我陈曲曲啊，谢谢陈曲曲。不知道钥匙在，钥匙怎么说？我都要到了啊！我要到外向了啊！322公里，操！走了50公里啊，走了50公里。走了50公里，嗯。哦，这个旅馆是新修的，这个在地图上还不显示它是个酒店啊，地图没更新啊。这个数字，谢谢我永远的红魔鬼哥，感谢红魔鬼哥，谢红魔鬼哥的同心卡，红魔鬼哥，最后三手必出，嗯，再来三手必出，真的红魔鬼哥，高总下午进的时候还挂着女主播16级的牌子，现在他不挂了。还有最后10分钟，兄弟们，还有最后10分钟。小搞一下吧。啊，谢谢谢谢我虎哥，感谢虎哥。谢虎哥支持。感谢虎哥，感谢虎哥。感谢虎哥，感谢虎哥，谢虎哥。我牌子很多，高总，我高总有钱，牌子多。嗯。感谢我永远的红魔鬼哥，出了，出了吧，出了吗？我就说嘛，感谢红魔宫的野生婆娘，我的妈呀！我就说出一个吧，红魔鬼哥没毛病，直接升到8级粉丝牌。谢谢红魔鬼，感谢红魔鬼哥，谢谢红魔鬼哥的野生婆娘，谢谢红魔鬼哥，兄弟们，我们还差一点点过5星啊，差的不多，叶子不容易啊，谢谢红魔鬼哥的支持啊，啊，今天搞了一天了，是有点累啊，节目也整了啊，谢谢谢谢他的支持，有时候还是需要努力吧啊，需要努力啊，明天我们去找个这边可以钓鱼的池塘啊什么的，谢谢红魔鬼哥，感谢红魔鬼哥。谢谢红魔鬼哥，这还有学校，嗯，这个学校好吗？谢红魔鬼哥的野生婆娘，谢红魔鬼哥，你回来请我，你不应该请我吗？不找小乐啊，我们直接就走了。走了，我的妈！明天走这个山路，我靠！明天走这个山路，我靠！这个山路是真的有牛逼啊！谢谢红魔鬼哥，欢迎我飞雪。我的妈妈，我看了这个山路走起来有点好危险啊！我靠，全是这种小路，兄弟们，
而且弯弯绕弯弯绕的，全是弯弯绕。谢虎哥的粉丝荧光棒，兄弟们还有最后八分钟啊！不走这个，他们说的是这是几号公路？我的妈呀，兄弟们！你们就看这个，看这个地图，兄弟们，啊，看一下，我的妈呀，弯就完事儿了，兄弟们。156公里，全是这种山路，到得了个锤子，到得了明天。这边不过有个湖啊，然后川冈省过了，全是这种弯弯路啊！我的妈，这是往山里面在走啊，兄弟们！我的乖乖，明天这一趟。这就湄公河啊，明天这趟路不简单啊，我感觉我们可以走这条路，从这里绕进去，从这条路这条路，然后绕从这儿绕进去，会不会更近一些，更好走一些？是吧？这儿走这条路的话，信号可能会好一些，感觉走这边更绕一点了。这边，感觉明天很大一部分都没有信号。没有信号也得走啊，兄弟们，那没办法，是吧？兄弟们，我们还有6分钟啊！欢迎我抽象大奔向，欢迎大奔向啊！156公里，这个156公里就有点难度喽，就不像那种一般的156公里了。欢迎我在桥上看风景，欢迎你我向日葵，欢迎我红魔鬼哥，红魔鬼哥，谢谢你支持啊，红魔哥，你看我多久了？明天直接没了，问题不大，兄弟，问题应该不是很大。